死马仔。我的喵傻小啦！红红组的这张图效果不错，效果绝佳。好怀念打游戏打到吵架，干我已经很久没打游戏，跟打到跟人家吵架，好想念这种日子。随便丢一颗烟脑练习丢一下。干你娘，这样没压死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很猛的。哎我操，头发砝码车。左手一个，左手一个。牛逼啊！烧他！犹豫之间，法老师跑不打两个爆头，我操，这么牛逼吗？小心连接。牛批！为什么你一定要九点呢？刚不行吗？妈，你打 CS 还要算时，还要算两层起始，是不是？左一把他们逼，应该还有。左边，左边，藏左边。怎么丢二楼烟？想学？小意思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双八，你加一个。中路至少有。哇！跑了。我也要跑了，我要被炸死，要不然。完了，我肯定要没。再打这边这边捡取，我等下贴我的，我等下贴我的好友代码，不知道去哪里找。停啊停啊停啊！
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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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么我拿前透视加自瞄。好、huh? ，死马仔，一杀齐了。现在在关注CS比赛吗？比较少看了。帮你丢个闪魅魔，冲，丢闪了。加油，兄弟，你们也可以的。OK。那么打关闭那个 VPN 一直跳啊，他一直换一直换那个节点，是不是？现在比较有台湾人在打吗？好像剩一个吧，剩一个，一个还在大陆打，我知道剩一个啦，马瑞克，目前我知道的。